正常发挥就行。可惜刚刚没弄好。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手动对管那个，那改成自动，人家国外现在不都是那种自动嘛，就直接机械手，然后把管子自动挪到他的位置上去，牛得不得了。那种做起来太麻烦了。但你这样手动去对，其实也麻烦，也很浪费时间的呀。